这个不太温暖的冬天暂时封冻住了我们奔向婚礼的热切脚步，但我愿意三个字所代表的至恳承诺不会因为短短的暂停而褪色失效。现在是2020年2月27号的凌晨5点，本来我们打算在今年春暖花开的时候结束异地恋举办婚礼，但是由于疫情，在除夕夜的时候我来到了武汉。对于我们两人而言的话，只要是彼此，时间上早晚都可以。对，我们的爱情宣言就是只要是你早晚都可以。等我们回重庆的时候我们就结婚吧，想你呀。本来应该是我们订婚的日子，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可以嫁给我吗？亲爱的小娜，嫁给我吧。愿意嫁给我。一生爱护她，呵护她，保护她。你愿意与她心手相牵，共度余生吗？我愿意。待到春暖花开，让我们组成家庭，成为彼此最温暖的庇护。